今天要介绍一个正齿轮的变速箱。好，那顾名思义，它就是能做变速的动作。好，那这边有做一二三哦，三段变速，还有一个反向的变速。那这部分呢，是使用 SolidWorks 的那个简易的基本指令去做绘制的哦，所以它的零件其实都非常的简单。好，那差别在于说这个齿。零件齿是怎么建立出来的呢？就是使用数学关系，是用参数去做零件，让系统自动产生的。那对于这部分有兴趣的呢，我会放在底下的连结，这边就不再探讨。好的，那硬的时候呢，零件是相对是有点多。
那这一部分呢，怎么去组装呢？我前面会有一些影片，好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。啊，那这一部分呢，有两点是设计上的小缺失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后面。好，第一个就是这个部分呢，我的空间预留的太小，哦，有时候它会去撞到它，啊，所以我就会把这颗螺丝，这两颗螺丝松掉，让这个轴稍微往上提一点，哦，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去干涉到。哦，我们看这边比较明显，哦，我把它的公差抓太小了，组装的时候反而会有时候会去撞到它。那第二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座，好，哦，这个座在 3D 的时候并没有去考量到它这个齿，好，哦，所以这里会去撞到，好，哦，所以我直接把这个地方的零件给它剪掉，好，哦，这两点是这个设计的小缺失。好，那这也是DIY 的乐趣的之一，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然后当你做完之后发生有问题的时候，然后通常要在第一时间去做一些修改，然后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工序，但是是有时候会提升设计的技能的，然后因为你会将来来往往你会知道说，哦，哪一些地方需要去预留，然后要怎么设计，然后那所以我们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呢，哦，不要害怕，然后解决它就好了，然后试着把它变成可以使用的。